你怎么来了？哦，原来是小明哥让你送剧本来了。不过呢，我们正在玩游戏，所以如果答对问题进不去的哦。通关密码是什么？不说不让进哦。哎，你俩别闹了，拿着。小明哥把剧本送来。给我看一下，不给，你给我，哎，不给，快给我，不给，哎，不给，快给我。现在游戏开始了，赢了才可以进啊。啊，我懂了，你要接受挑战吗？